亚洲最美 cosplay Denka 周巡19号为橘子集团活动宣传站台。Denka 化身超萌小萝莉，展现好身材，还特地喂食粉丝假干妈，你看看是不是很俏皮呢？好好的享受吧。干嘛？钓鱼是不是？太好吃了！近期忙着拍摄网络剧，比较少分享 cosplay 美照给大家，但 Denka 说还是会偷偷抓空档拍一下啦。跟大爆自己的角色都是，其实三部里面我都是饰演非常天真无邪、可爱、天真浪漫，然后的妹妹角色，就是。是一个不知道大家界定的角色还是怎么样，对，然后我这个角色也是这样子，妹妹的可爱的妹妹的角色，其实还是多少都有一点 cosplay 啦，像是前阵子我就是算积蛮久的雷姆这个角色，就是异世界雷姆这个角色，然后我就偷偷的带去了，就是边忙碌的空档拍照，但是真的还抽不出时间来外拍，对。最近应该是比较多时间可以做这件事情。虾米 Denka 居然死会了，哎呦不是啦，日前艺人周小涵抛出男友视角影片，差点让一票痴情男子和心碎一地，没想到长进假男友就是 Denka 小萝莉啦。这件事情吗？这件事情让小涵来说好了，不管怎样，小涵就是我，小涵就是我女朋友就是了，对。哇哦，你是新闻王。采访报道。